档，我们来打开来。这个是给赖清德的这个一句话：多听听人民的声音，多听听劳工朋友的声音。下一个，哦，下一个是国民党，请以台湾为念，不要再跟中国共产党唱和。最后一支就尴尬了，来，哦，刺激了，安定力量，请你们不要再说话，请你们不要再说话，请你们不要再说话。